为有时候只用一次情侣了，晚上卸完妆用，早上我就不用了。因为那个现在都花莲一直下雨，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咖啡厅，叫做半绿咖啡。然后我们有点了两杯拿铁，不一样口味的拿铁跟文包种茶，它是今年的冬茶，然后里面还蛮香的，有兰花甘蔗的味道，茶还蛮顺口的。咖啡嘞，你喝咖啡有觉得怎么样？这咖啡是不是比较浓厚的咖啡？泡咖啡喝起来就是还蛮浓的，但是就是也不会涩涩的，然后苦我觉得淡淡的，然后很顺口，而且那咖啡就那么小一杯，好小一杯，迷你的咖啡，然后它店就是小小的，蛮可爱的，而且它没有招牌，它就叫半玉，那个公寓的玉，然后是半的半。然后店里的位置也没有很多，它的杯子感觉是那种茶杯，哎，它是有点像是那个拉出来的那种，是那种黑桃那种杯子，对对对，就是那种柴烧的，柴烧的咖啡杯，它特别热的是有的，我觉得它这个装的还蛮特别的，很少遇到那种热茶是用那个玻璃，就是这种玻璃口杯的。他说还可以再回冲一次，这样子200块，然后他还可以再回冲一次，这不便宜啦，但是他的茶还不错，这一杯都大概130-150这样子，而且他这家小店很特别，那边还有就是插那个花，都是鲜花，还蛮不错的，而且生意看起来还不错。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同时有3组客人，然后现在还有外面还有人在等，他1:30开，然后进来大概10分钟就满了。一个人要低消，低消要一杯饮料。他的评价在 Google 蛮高的，好像是4.5还是4.6吧，有600多个人评价，所以这间评价是蛮高的。对啊，其实我们本来是要去隔壁间昭和58哦，对，是吗？然后他今天店休，然后就想说路过这间看起来很特别，而且咖啡那时候他们已经有在冲泡，蛮香的。然后就想说 Google 看一下评分也蛮高的，因为现在下雨天啊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跑户外行程。我们刚去买伴手礼，然后现在就在这里放空喝咖啡，然后喝茶。我们点了今天限定手工面包，然后它有附两个酱，这个是橘子酱，然后这个是海鲜口味的坚果酱。然后刚店员有说两个酱沾起来意外的契合，我们现在试试看。哦，它面包烤的热热的，一个给你。哦，这个。我先吃原味的。谢谢。这面包好吃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！我刚刚本来想说看起来不怎么样，要给我儿子吃，意外的还蛮好吃的。然后这是橘子酱，我先沾橘子酱。橘子酱也很不错呢，就是橘子的味道很突出，很香。然后这是海鲜酱，那个整个它是有干贝，然后小鱼干的那种味道。然后我现在沾你们两个一起，它这面包很像那种好吃的桂圆面包。对不对？哦，很像那种。重点，那种是很 Q， 哦，然后越嚼越嚼越香，越香。因为你刚刚喜欢这橘子酱，还蛮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很好吃的，很香。我们从起床开始就一直吃，所以我们决定了，我们等一下回饭店玩晚餐不要吃，
然后晚上我们要订上次来花莲吃好吃的很厉害的咸水鸡，然后它配料是有水果的，对，有凤梨，对，然后我们晚上再来开箱介绍，就先这样子喽，拜拜。Hello， 我们今天的宵夜的重头戏就是咸水鸡。我记得我们上次来烟波的时候就吃到惊为天人。我第一次吃到咸水鸡，它是有配水果的哎。我这样子叫Uber Eats这样订，大概400块，然后他帮我们配好，他会有帮你有那个鸡肉、五谷鸡肉，然后配一些蔬菜水果。哎，你们。晚上没吃哎、欸，它有凤梨、芭辣肉、鸡肉，然后脆笋、木耳，就是整个非常丰富，而且它很简单，非常好吃。难怪那么贵。我去年来的时候，就是看到。他外送的评价非常的高，然后人家都说老板人超好的，他帮你配的都很好吃。然后我刚刚订了之后，我还打电话去给老板说我有订外送，然后他还我说可不可以帮我包一包辣大椒，他就还再帮我包一包辣椒，所以也人很好，很贴心。OK， 他的咸水鸡真大推，好吃吗？嗯，你看我儿子吃成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去买一瓶月的饮料？你说什么？一清月吗？一清月，你每次都讲一瓶月，一直要给他改名字哎。我喝一口。对，让他过来给月月喝一口。他的，我们是看 Google 评分，他也是在地的饮料店。我们上次来就有买了，然后饮料都还蛮好喝的。因为我们这几天喝了太多的古早味红茶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买红茶。那个是冬瓜柠檬。然后饼饼喝的是奶盖绿，也好喝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东西就蛮好喝的。你今天还要去买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杜伦，杜伦先生，蛮有名的那个蛋糕店。那个是杜伦烧、哦，对，本来想要买他的草莓泡芙，但他草莓泡芙、哦，他这一个多少啊？60啊，嗯，老造出来啊。我刚刚怎么吃？我们今天还特地去买了杜伦先生的杜伦烧，这很像是他们的招牌甜点轻乳酪蛋糕，我们就买了一个尝鲜，一个60块，可以吃到三种口味，有吗？对啊，是吗？对啊，有吗？你都不知道哦，它有三层，有不同口味，没有啊？有啦，它上面很像面包，然后底下很像布丁。然后最底层应该有那个焦糖，对啊，焦糖的那个，上面是，所以陈红姐讲的对啊，上面是乳酪蛋糕，对啊，然后是焦糖，焦糖布丁，然后最后面对啊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、欸，超好吃的，它的蛋糕招牌那个牌子又有一次吃到三种口味，哇，你真的很厉害哎、欸，你有注意到那么细，我没有，真的很好吃哎、欸。它这个轻乳酪是我会喜欢的，妈妈的很多哎、欸，嗯，我要切。好吃一口，这很好吃，因为我不喜欢吃重乳酪的蛋糕，我喜欢吃哎，等一下要吃啊，我要吃，它就是我会喜欢吃的那种轻乳酪的，哇，嗯，吃起来很好吃，好啦，你儿子说给你吃，它焦糖，那吃起来有一点点，就是微苦微苦的，搭起来还蛮好吃的，对啊，而且它这样蛋糕配布丁、焦糖，好好吃哦。而且这种吃起来不会太腻，然后配面包，这样子有点。因为像其实我们都不是很喜欢吃重乳酪的啦，我啦都不是很喜欢吃重乳酪，因为吃到后面有点会太腻，它不会，它蛮清爽的，而且好好吃哦、喔，是不是？你好吃啊！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还有买皇家红茶？嗯，没有。你去冰箱拿皇家红茶，跟拿一个杯子空杯子来，我们到皇家红茶试喝。抢包手，赶快站！这个是我们今天去买的皇家红茶，也是古早味的红茶，一罐50块。
真的是秀个短袜。我们现在喝喝看，刚好配今天的咸水鸡。然后忘记说了，咸水鸡叫做战斗鸡，然后它这间是建国智利店。我发觉，熊猫它有另外一间店，可是我怕另外一间店弄起来就没有那么好吃了，所以我是去 Uber Eats 订的。而且我发生一件很蠢的事，我就加了熊猫的会员之后，才发觉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熊猫了。他我们上次来的时候，我是用熊猫订的，他现在跳到 Uber Eats 了，是不是超傻眼的？我看看，我们皇家红茶，它就是古早味的红茶。然后，我在讲废话，但是它不是咖啡红茶。我们今天去喝的黎明红茶是咖啡红茶，它不是，它是决明子。对，它是决明子红茶，而且它不会太甜。应该是悠悠会喜欢喝的，对不对？甜一点会更好喝。不会，我觉得它这样很刚好，就是适合我们不爱喝甜的人。而且我不得不说，咸水鸡加水果真的很搭，它加凤梨还有芭乐，就是综合起来很清爽的口味。因为我没有吃过咸水鸡是加水果的，只有它，对不对？你有吃过吗？目前来说，对不对？悠悠，你有喜欢吃吗？悠悠超期待来吃的，因为上次来吃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昨天就塞线杯，塞线杯哦，对，就一直塞线杯，想着要吃咸水鸡。你最喜欢吃哪一种东西？都喜欢。凤梨只有两个，凤梨只有两个，你喜欢吃凤梨啊？所以它凤梨蛮少的。现在是凤梨的产季吗？哦，那可能不是哦。对啊，有可能不是产季，它就没有那么弄那么多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努力的吃了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讲话？我好辣。你又怎样？